白河南分为左岸和右岸电站，左岸和右岸各有8台机组，都是100万千瓦的机组。水能发电机组是水电站这个核心部位，白河南的这个水能发电机组是100万千瓦的单机容量。这个概念就是说，这个机组转动1个小时可以发电1万千瓦时，也就是100万度电。 这相当于一个50万的一个中小型县城一天的这个用电量。